欸，可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声音，就是有网友质疑我们是不是在割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我们社和日记推出的最新商品8964坦克衣，它其实是一个复刻版。因为2020年的时候，我也出过一款坦克衣，那时候销量也蛮好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网友其实有在讲说，那个坦克有点太现代了。所以其实我们这次有弄那个64天安门的同款坦克，这次就有特别去针对当时历史的时事去呈现当时出原本坦克的样子。那我们这次有结合伦敦小粉红大闹车站的 slogan Don't touch her 嘛，那我们把那个 her 改成 me， 所以就 Don't touch me， 然后配上一个坦克，还有一个我们的 logo 猫咪在前面充当那个坦克人。其实我觉得寓意还蛮清楚的啦，就是这个坦克中共 Don't touch me。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这次衣服的质料挑选，因为我们这次衣服的质料挑选，我们挑的材质是纯棉的，所以本身很吸汗，然后因为织法的不同，所以也很耐洗，然后穿起来也会很坚挺。然后重点是夏天有一些男性可能会觉得直接单穿短袖会激突，可是我们的材质也完全不用担心。那就如大家所见，我们推出军绿色跟黑色两款，然后 size 从 XS 到 3XL 都有。那我们这次同步也开放了海外地区购买，但是唯独中国香港跟澳门我们是不配送的。2020年那个时候开卖第一版的8964坦克衣是有配送到香港跟澳门的，但碍于这次香港国安法还有一系列那20几条法推出之后啊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寄过去比较好啊。毕竟你说中国海关有些人不太懂64，那就算了，毕竟中国就封杀嘛，对吧？但是香港以前是有64纪念馆的，那香港的海关他肯定知道64是什么，那这个寄过去一查，那你就要进局子了。所以于心不忍啊，还是不要开卖啦，因为开卖我怕有一些网友还是会想要以身试法。好，没关系，你有这一颗默默的心，可以悼念64，这样就好了。马来西亚、新马地区还有其他什么大洋洲、欧美啊，甚至中亚，我们都可以配送。那我们这次有提供 7 全家还有宅配到府，所以你们都可以上去那个网站去选择，并且搭配资讯栏下方的限时优惠嘛，你只要输入进去就有相对应的折扣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在商品的选择中也有添加了限量的优惠组合包，然后优惠最低到7折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购买。那64那一天虽然它是周二，但大家如果下班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去参加这个集会。这个集会应该是在自由广场，从下午到晚上。那去年我也是全程参加。如果大家没有去过，这次想要去看一下，有机会可以看到台湾人、中国人甚至外国人一同去悼念这场活动，一同去反思这场活动的意义在哪里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当天我也会穿着这件衣服，所以如果有购买这件衣服的当天可以找我拍照签名都可以。那我想要请问，如果是小粉红想要购买怎么办？小粉红怎么会购买这件衣服？不一定啊，搞不好买来烧是不是？还是这样？搞不好非常恨你，对不对？想要破坏这个衣服买回去这样。有可能还是买回去给中共看，说你看我要把这件衣服烧了，然后来赞扬中共。我也在反击国外的海外的那个反贼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小粉红你人在墙内，什么北京啊、河北啊、上海，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你私信我好不好？我看你买的这个程度，给你半折优惠，甚至给你买一送一。你买越多，然后你也允诺我当天或是去上海市政府中心的、或是什么省长府中心穿的这件，然后烧这面64，然后说8964那天邓小平做的是对的，镇压赵紫阳，镇压中国人民是至高无上的，我就把这些钱全部退给你好不好？然后甚至还 double 送你好吧。可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声音，就是有网友质疑我们是不是在割韭菜。你这么说的话，你从出生到现在，你认真要反对一个人的话，每个东西都是在割韭菜。你买手机，苹果割你韭菜；你买三星割你韭菜；你这个口罩哪一家厂商卖给你，割你韭菜；你这个帽子割你韭菜。所以我觉得割韭菜的意思就是，我有没有给你相对应的价值，我有没有用心在做。其实我们也很用心找了物流、金流，其实金流这个东西也不好处理。而且我觉得这次在我们的衣服材质挑选上，我们真的很用心，在衣服的耐用、耐穿、舒适度上面，我们都很有自信。对啊，然后还要跟设计师讨论，然后跟全家、跟 Seven 的配合合作也要去谈。所以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听到这个话，会觉得你自己下去做一次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割韭菜，什么叫做用心了。那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记得订阅，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。我是八九，下次见啦，赶快购买起来啦，拜。